黄色的有可能是隐藏特性，打一下，不似乎是鬼，那么我应该用我的老班的恶。好，班迪拉斯。第二个秦庸怎么用了超梦啊？啊，有暗影球是吧？可以抓抓看，很有可能是真品。哦，这还分呢、啊？哦，有赝品，有真品是吧？对，我想起来是有这个说法。哦，有1%的几率是真品。房主的超级巨，哎，没有超级，极巨化的橘色速消，还是闪光的是吧？哇，这黑色的斗篷很帅啊！暗影球，碎裂铠甲，好吧，防御降低了，但是速度大幅提高，哇，有点厉害。极具幽魂，好的，好加两个盾，又碎裂铠甲。哦，它碎裂铠甲不是只碎一次，可以一直在碎。我这沙暴带的不太好是吧？我沙暴把小伊布的这个气势披带都给破了。真品茶壶底下有图章，哦，但是看不见了，这个好像没有，这个好像没有。刚才他被打的时候看到底下了，好像是没有。暗影球，完了，房主倒下了，这就尴尬了，摇碎。破两个盾的人倒下了，这个咋整？极具草原，哇，又打我，没事，我能扛得住。哇，这一发打的好多呀！暗影球，好，对小伊布没有效果。哇，我隔着盾给他打掉这些，那赢定了。我估计超梦隔着盾就能直接给他收掉了。小伊布还用了个咬住，太帅了。boss 麦，啊，哦，沙暴一袭击，完美，耶！所以我最后拿下了这一分呢，我的沙暴。大家已经开始在猜 V 了是吧？真品有标签，赝品没有标签是吧？来，耶，抓到了。找到了不思湖，哎，又得银色王冠了好像。来，哎呀，只有四维。碎裂铠甲的特性，加了攻击减了防御。 Oh no， 极烂呐、啊、它是用特攻的啊，极烂不思湖。来看看我这个，来了，四星超级巨皮卡丘，10万马力挺好，雷德王，啊，带就你了。我怎么听着像是小智的声音呢？大家有没有听见？听的声音像是小智的声音。皮，啊，这皮卡丘会集聚水流啊，那我岂不是要被人4倍直接带走？超级巨万雷轰顶，哇天，这招式也太帅了，超级巨万雷轰顶，全体麻痹啊，不会吧，刚才打的是我吗？反正我是麻痹了，难道是全体麻痹？好，半血摔打，好，谁再破个盾，好的，漂亮，那下一回合结束战斗，火焰之躯让他灼伤，可以收下了。皮卡丘能不能抓住呢？耶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来吧，看看吧，几位，这只是吧，还是这只啊？啊，这只，来，四位，好吧，四星的能出个四威已经不错了。好，我来连一下网络啊，连一下网络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紫柱。哎，不连一下，来吧，看看。
我的紫柱又是三星一般的，我这太弱了吧这紫柱。算了，这个我不跟大家分享了，单人挑战路卡利欧教训他。只是一只三星的毛变羊，这就是紫柱吗？兴师动众的弄出个紫柱来，结果只是毛变羊。全斗哦，碧阳机看来是有盾的，拜托三位。哇，感觉都不需要破完盾了。呀，有对方的小羊也使出了拳斗，我怼了他一拳，他决定也怼我一拳，必须隔着盾干掉。 OK， 毛变羊的梦特是什么属性什么特性大家知道吗？这个用普通啊，不用普通精灵球，好歹也是一个梦特呀，我不应该这么草率的扔出一个普通精灵球。耶，还好抓到了。 V 就不用期待了，一共才三星。逃跑特性是逃跑哦，但是它得进化成毛那个毛毛角羊才能知道它最终是什么，是吧？三 V 的毛变羊特性是逃跑，逃跑特性是啥意思？一定能从野生宝可梦那儿逃走。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特性？哎呀，堂堂宝可梦训练家一定能逃跑很重要吗？那边是一个做饭的。五星的必抓。好，这个需要大家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挑战吧，我需要大家帮助。哦，Devant 是不是我们直播间的 Devant？ 哇，咸鱼王蜜雪儿，所以 Seed 是没有机会了。大家怎么都不换人？苍响、奈克洛兹马、莱西拉姆。哦，对，大家得赶紧点准备。哦，对，这个可以。沙罗蟒，哟，沙罗蟒，沙奈朵是打算怎么个意思啊？皮就是小智配的音，我跟你说，错不了。就这一声我就能听得出来，肯定是小智配的音。屁！几句话，几句大队。超能骑士哦，蜜雪儿这个只，这个沙奈朵叫超能骑士，我看到了。奈克洛兹马，这是我们熟悉的奈克洛兹马。三大什么，叫了一个名字，要么就是沙罗蟒的英文名，还没有改。哎，我的雷德王什么时候被打得这么惨了？对我四倍我也没话说呀，所以这把就靠各位了，我已经很艰难了。精神强劲，哇天，不艰难了，突然就变得不艰难了。隔着盾，有，并没有。好，漂亮，收下。松本梨香是小智配音哦，原来如此啊。耶，又抓到了。哦，磁性的尾巴是那个心形的，大家发现没？它是磁性的。五威，嗯，加了特攻，减了特防，并不是很厉害。哦，相当于六威，攻击一般般。哇，这只厉害，这只厉害，相当于是六威了。没有用的这一项是一般般，所以是完美皮卡丘。种族值是稍微低了点，但是进化成雷丘之后还是可以一战的。特性是避雷针。哦，避雷针是梦特是吧？哇哇哇！五星的钢铠鸭，嗯，钢铠鸭的话，要么用火，要么用电，那我们当然用电来打一下了。来，皮卡丘，来了，颤旋熔岩。哦，莱西拉姆也可以，莱西拉姆火可以克他。哦，两只莱西拉姆，两只火，两只电，来了，为什么换成了鳃鱼龙？难道是一只闪光吗？如果不是闪光的话就解释不了了。我很好奇这只鳃鱼龙是不是闪光的，它出场的唯一理由就是它闪光。它出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闪光。呜，哎呀，就我不闪呐，又是一堆闪光啊。但是我有超级巨万雷轰顶，你说厉不厉害？
它这个超级巨的主要变化就在于尾巴上，是吧？尾巴上多打了几个折，其他方向也没有什么变化。叫做火焰，火焰，什么情况？今天网络有问题。果然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去打对战塔吧。今天网络不行。